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睇东洲投资会。Hello，林 Sir。喂，Hello Esther，你好啊！好，咁就都要介绍翻先嘅，咁就诶，等删起啲，诶，OK 啦，咁就诶，介绍翻先啦，都系，咁就大家好啦，咁就今日有国龙证券董事总经理林家亨林 Sir 同我哋倾下偈啦，大家有问题咧都可以留言问我哋嘅，咁我就会同大家转达俾林 Sir 听，就为大家解答疑难啦。咁就诶，讲翻今日主题啦，因为始终呢排个市都即系港股呢个市都冇乜起色咁样啦，即系最近又有全美国联储局官员就好快会即系就收水呢件事达成共识啊，咁加上即系不断出招啦，中央就即系加强对科技嘅监管啦，咁就科技股都一直长期受压噶啦，咁就因为琴日咧又再出招，咁就发布呢个禁止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嘅规定啦，咁好多个规定嘅，即系系啦，所以就成即系一众科技股琴日又全线受压啊，阿里巴巴又最金啦，咁就有跌到咧香港上市以嚟最低位，即系跌穿咗嗰阵时嘅上市价啦，亦都拖累咗科指跌到推出以嚟嘅新低咁样啦，所以大家即系都可能讲紧话。即係可能教育股相減之後啦，咁就，開始逐步減持緊港股喎，咁就，嚟緊港股係咪不妙咧？咁就，恒指又跌，繼續又再跌穿26,000啦，咁之後會唔會下市25,000咧？大家都驚緊呢件事，咁成可唔可以解釋下、分析下？中央嘅政策咧，最重要一样嘢咧，就系所有分析员都估唔到嘅，咁所以喺分析员嘅角度嚟咁睇咧，最好嘅咧就系咩咧？做一啲估一啲，你估得到嗰啲嘢，咁就最好啦。咁所以喺嗰个叫回避风险嗰度咧，大家咧都要谨记一样嘢，你系要买一啲冇咩风险或者中央管唔到，甚至乎调翻转，中央会支持嘅股份，就唔系买一啲中央去打击嘅股份。咁所以如果中央真系要打击呢类股份，就算你咩个位买咧，成日都俾佢打击咧，你成日都喺问。各位分析原来点样惨啊？点样止蚀咧？其实对你嘅财富冇益嘅。咁所以唯一一样嘢就系话避开呢啲股份，唔好参与呢啲股份，系专买嗰啲咧冇打击嘅，成日都上升嘅，成日都创纪录新高，咁就系呢个先至系投资嘅正道嚟嘅。系啊，即系都语重心长，系咪即系同大家讲就唔好？即系如果科技股呢排就俾人咁严密监管，咁就唔好掂住啦，系嘛？睇下你咩嘅科技股啊？有啲科技股嚟讲好好噶，譬如话电能车科技股好噶，嗰啲太阳能板块嘅科技股嗰啲都咁你就系买翻呢一啲咁样嘅受政策支持嘅板块啦，就唔好买嗰啲俾政策去打击你嗰啲咁嘅股份啦。咁所以呢一样嘢大家要谨记啊！我哋即系咁辛苦走入嚟呢个投资上，即系乜嘢啊？系赚钱啫嘛，唔系同佢斗气。佢如果真系政府要呢一方面监管嘅，你点样唔开心，佢都要监管噶嘛。咁所以唯一一样嘢就系你从你自己做起，你自己买一啲唔会备受打击、唔会被监管嘅股份，咁就 number 1 啦。系啦，见到林 Sir 嘅外股比亚迪都走势都非常之好啦，最近咁就之前就破埋顶咁样280几蚊收报，咁就今日收报就256.8嘅，就升咗几点啦，即系大约一两个 percent 左右啦。咁呢个时候系咪又系入市嘅时机咧？即系有少少回调啦，由280蚊去到250几。你讲紧系比亚迪啊嘛？系啦，1211比亚迪。系啦，咁啊，我都经常都有买埋呢一只，咁啊，今日都有买埋呢只，咁都又系成功咧，系高估低拿，咁啊嗱，其实有翻个政策咧，你睇得到咧，中国已经对呢个中国嘅所有嘅电车股，甚至乎呢个电池股咧，都有一个好利好嘅政策嘅支持嘅。咁除咗呢一样嘢之外咧，你亦都睇得到啦，中国自己本土对于电能车股嘅需求咧，系远远咧。係比呢個美國咧係更加好嘅，咁所以喺呢個板塊前景係絕對燦爛嘅，同埋你諗嚟諗去就係話，你諗唔到中央會有啲咩政策話唔支持呢個板塊，或者甚至乎咁講會打擊呢個板塊，因為對於嚟講中央嚟講完全係唔會有咩嘅好處嘅。咁當然啦，近日嚟講咧都係因為咧就係嗰個叫做自動駕駛系統，有人咧因為意外而係。失咗事，死咗亡，咁所以咧又会担心死啦。中央又会唔会喺呢个自动驾驶系统方面咧
落重藥咧？咁會啊，咁咪風險咧？嗱，佢會監管嘅。正如頭先其實你睇翻上個禮拜啦，喺上個禮拜嘅 Weekend 之前嚟講咧，其實美國都宣布咗嘅，美國國家安全呢、這個道路安全咧局咧都係要調查呢個 Tesla。咁調查佢咧就由2014年一路至到而家2021年，總共嚟講咧Tesla 咧有成差唔多11宗呢個交通意外，同埋呢個自動駕駛系統係可能有關嘅。咁啊足足咧就傷咗14人，死咗1人。咁所以呢一方面就啱啱好咧，中國同埋美國呢方面咧都同時間咧啊出現咗呢個問題。咁所以嗱 ，Tesla 又跌啊，咁啊中概電車三部亦都跌。咁但係要記住一樣嘢話，喺今次呢、這、一個未來呢個汽車失事嘅事件入邊嚟講咧。佢所使用嘅呢個自動駕駛系統咧，比亞迪咧係冇參與嘅，即係佢冇呢一隻自動駕駛系統嘅。同埋比亞迪嚟講咧，佢個自動駕駛系統咧係比較會遲少少，因為而家講嚟講去咧，自動駕駛系統咧都仲未去到一個叫 Level 5嘅情況。到到 Level 5嘅時間咧，就應該好純熟啦。暫時咧好多嘅自動駕駛系統都係處於大約Level 3或者 Level 3以下。即係大約係 level 2.5 咁樣，咁所以咧嚴格上嚟講，呢啲大車廠係揾緊一啲即係一啲車主啊，或者一啲消費者，其實即係做緊一個叫白老鼠啊，因為你始終嚟講咧，呢啲咁重要嘅自動駕駛系統咧，今時今日尚未成熟㗎，仍然喺一個叫試用嘅階段，咁所以咧耐唔足出下事咧，絕對係唔出奇㗎。咁亦都講翻啦。今次嚟講咧，呢、這個未來啊，呢、這、一個所用嘅電池咧，因為佢亦都係因為咧係失事之後爆炸啦。咁呢個電池嚟講咧，應該咧就唔係比亞迪供應嘅，應該佢係用緊三元鋰電池嘅。咁三元鋰電池咧喺個撞擊上方面嘅測試嚟講咧，一撞擊如果短咗路咧，可能有火花啦，同埋温度咧達到差唔多成500度咁高嘅。咁但係比亞迪嘅刀片電池就唔係啦。比亚迪嘅刀片电池，就算你系针刺佢咧，系短咗路咧，佢嘅其量咧都系去到200度左右嘅啫，而且同系一样嘢，冇火花，冇爆炸。咁所以大家要记住一样嘢，一个行业某一个产品突然出事咧，自然会引起好多嘅公众嘅关注。关注咩咧？安全嘅问题。咁所以如果公众安全嘅问题系好关注嘅时间，嗱，佢自然咧嗰个购买力就走咗一啲咁安全嘅产品。咁所以唔排除咧，就係未來之失係比亞迪之得，絕對唔出奇啊！咁所以你今日睇到就係呢一個中證咧，喺呢一個中信證券啦，啱啱今日嚟講咧，其實係琴晚佢話調高咗呢個比亞迪嗰個股價，咁啊 A 股咧佢調高到372蚊人民幣 ，H 股香港嘅咧佢調高到447蚊，咁所以咧比亞迪。仍然是我的挚爱，仍然是我的手。未来之失就可能是比亚迪的得啦，咁样即系有危自有机会，有时真系。咁所以其实会唔会系都有？因为可能即系呢几日啦，即系有啲调整啦，车股咁就系啦，几只即系可能几只，譬如吉利亚城啊咁样咧，都可能会即系升到咁上下之后就受压咁样啦。即系可能呢啲消息坏消息一出，有少少叫做调整或者回调嘅时候，系咪就入货时机呢？嗱，視乎翻你邊幾隻股份啦，因為嗱吉利嚟講咧，過去呢2-3日咧都跌得好犀利嘅，佢連續兩支陰燭大陰燭落咗嚟之後咧，今日有少少啲反彈嘅，咁但係咧我自己覺得咧，跟喺呢一個吉利公布咗業績咧，佢嗰個盈利升幅咧係叫做好溫和嘅啫，咁你睇翻譬如話比亞迪咧，佢嗰個業績啊，尤其是譬如話6月份啊、7月份嘅買車嚟講咧，對比起上一年嚟講咧。哇，都有一個好龐大嘅升幅，咁所以對比翻譬如吉利嚟講咧，佢呢個盈利嘅上升咧，其實好難同呢個比亞迪去比較，咁所以喺個捉路上方面咧，我都仍然咧係要捉呢一個比亞迪，就唔捉吉利，而且吉利咧我自己感覺近呢幾個月，尤其是過去一個禮拜咧，佢公布咗2宗嘅新聞咧，我都係覺得麻麻嘅，啊嗱，第一單咧大家要留意啦，就係話。佢同埋呢一個韓國嘅 LG Chemical 咧，係發展緊一個叫 NCMA 個電池。咁
在这个电池方面大家总共是出了大约$1.88 billion，即是分享每一半一半这样。但是呢在我自己的观感上呢，这一方面呢就其实就不是十分恰当的。因为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其实你要发展一个电池呢，不是应该由子公司去发展的，应该由母公司吉利控股去发展。因为为什么呢，吉利控股它如果发展得到呢，如果将来成功或者不成功都好啦，你起码呢在你那个叫做的协同效益方面来说呢，远远比个子公司175是好多。因为呢其实吉利母公司它自己控股旗下呢是有三间做电车的做汽车的厂。第一就是吉利啦175，第二就是 Volvo 富豪啦，第三只呢就是那个叫做极亚，就是那只电能车。咁呢个电能车嚟讲呢，如果将来呢三间公司都要用到呢个电池嘅说话，咁即係话呢佢同埋韩国 LG Chemical 做嘅呢一个新型嘅电池呢，佢应该可以呢係有一个好嘅协同效益，三间子公司都可以帮佢买到呢个电池。就算个电池真係唔好都好，你都係三间子公司帮你买嘛。咁所以你冇理由呢一个呢去研发呢个电池呢，你俾咗吉利175去做嘅。因为始终吉利佢正式就是做车啫嘛，你无啦啦叫佢喺做车入边攞一大嚿钱出嚟，仲要呢啲咁嘅电池唔系话两刻一做出嚟就得喎，你由而家开始做到佢真系成功，真系要量产，真系冇3-4年系做唔到噶。咁所以何必要呢个吉利去做呢一单嘢咧？咁另外有一单咧就系咩咧？就系母公司啦，控股佢啱啱又系上个礼拜咧，呢一个叫做法国嘅 Renault 咧系合作嘅，咁啊同法国 Renault 合作咧系做咩咧？又系做呢个电车。咁所以咧，你睇一睇嗱，如果将来嚟讲咧，母公司嘅角度嚟讲咧，佢有可能咧有4个子公司帮佢做电车。第一只吉利175，第二只咧就系嗰只富豪啦，第三咧头先就我讲过叫极亚啦，咁啊第四只咧有机会咧就同呢个 Renault 做啦。咁所以你睇得到。如果你同一個 partner 去夾粉去做呢樣嘢，我都覺得應該你要睇一睇，喂呢、這個 partner 以前嘅成績點樣先？你唔好係人衝埋嚟，你都去夾粉噶嘛。因為你睇翻，其實林靚佬好簡單，18年前啊，香港有一隻叫進威203嘅，佢都係做車嘅。咁後來咧就係同呢個靚佬咧就係合作咗，咁最後咧係不歡而散。進威嘅股價咧比較拖得好辛苦啊，系蚀咗好多钱嘅。咁后来嚟讲咧，咁啊呢一个人都跳咗出嚟咧，就走咗同咩咧？就系东风489啦。咁东风489咧，总共同4间公司合作，第一间咧就系 Nissan， 第二间咧就康达斯顿，第三间咧就系标志啊 Peugeot， 第四间咧就系 Renault。咁你睇翻，哇！呢18年嚟讲 ，Civic 帮489赚咗几多钱咧 ？Nissan 帮489赚咗几多钱咧？咁但你睇翻靚 note， 初咗除咗個即係啱啱嗰2-3年之後，係好似有少少嘅盈利之後，跟住嚟講係一路係咁蝕到上年咧，東風咧都話啊頂唔順啦，我要同你分手啦，就咧同佢離咗婚啦。咁但係呢一個咁嘅法國佳麗咧，就周圍去嬲人咯。其實佢係嬲咗好多嘅人㗎啦。咁終於而家就嬲到吉利嘅母公司啦。咁所以你睇一睇，即係我自己覺得咧，靚 note 係一個陀衰家嚟㗎，你千祈唔好合作。但竟然而家都吉利嘅母公司咧，而家佢同佢合作，佢就擔心咧，即係呢一個叫陀衰家咧，陀下陀啦，就連個吉利系咧都俾佢陀衰埋。咁所以喺呢兩件事情方面嚟講咧，我對於吉利嗰個前景方面嚟講咧，我抱有少少向淡嗰個想法嘅。原來是這樣，我看到有些讀者問問題，我們回應著先啦。那就有讀者就問981中心，今天就收報23.6，即是微升一點點這樣，那 就應該看看什麼前景或者是什麼走勢這樣啦。哦，前景就不是很樂觀的了，前景就是經常跌的，即是你一買它就跌的了，你不買它就不跌的。你看看過去來說連續來說這700日，哇，又差不多30邊一路插到落嚟，哇！呢個23.幾插咗幾多啊？大大話話插咗成25%，咁你買呢啲股份嚟做咩咧？你點解唔買比亞迪？差唔多次次都贏咧。咁所以嗱，呢一樣嘢咧又係投資者你自己嘅選擇啦。你中意買一隻成日令到你頭痛，成日都要
逼住你啊，呢、這個又問嗰個問啊，幾錢止蝕啊咁？點解你唔買一隻？買完之後你成日個個都問啊，幾錢止賺咧？點解唔敢做咧？咁所以衰嘅股份唔好鬥佢，買啲好嘅股份啊！你記住，其實投資嘅股票，你當佢係一個情人嚟嘅。呢、這個情人日日同你賺錢咧，哇！你咪開心到攬住佢啦。但係呢個情人日日都要你蝕錢喎，即係好似日日都喺你嘅心口打一錘嚇，好傷噶嘛。如果呢個情人對你咁刻薄，日日都打你一錘，你擁佢入後樓梯一腳就伸咗佢落去啦。唔好再眷戀，唔好再買翻呢啲咁嘅股份，買翻嗰啲經常令到你賺錢開心啲嚇。好，跟住有讀者就問2013啦，咁就係。即係微盟啦、SARS 股啦，咁就今日收報9.64嘅，哇跌咗，因為其實都反向跌咗好多次嘅啦，跌咗6% 以上啦。咁呢位讀者就10.5有貨啦，問點樣處理咧？係咪要止蝕咧？啊，咁啊應該一定要止蝕嘅啦，因為近排嚟講咧，就買佢嘅人咧係悲信一樣嘢，就係話微盟之前咪公布咗嘅，就係話佢呢個8月18日之後咧，業績公布完之後咧。佢有機會咧係做一個叫回購噶嘛，咁但係你睇翻今日嚟講咧，好似冇曬動靜喎，即係唔知係咪話嗰個公司嘅大公司管理層方面覺得佢而家呢個價高咧，所以而家即係唔喐手去回購咧，咁所以咧今日嚟講咧，話差唔多跌到最低嘅低位，同埋咧你睇翻臨尾嘅時間，你睇下股價咧9.64嗰度，哇有3.1喺度啊，咁即係話咧個沽壓係未曾完啦，咁所以。不排除咧係有機會咧係再下一成嘅，咁我自己都及住呢只股份嘅。如果佢再下一成，哇跌穿咗或者接近9蚊嗰陣時咧，我話唔定咧都會鬧翻少少，因為始終佢今日唔回購啫，佢可能第日回購啊嘛。你跌穿咗9蚊，唔通佢唔回購？一定回購啦。咁所以我都而家等緊呢個機會。OK， 即係咁即係所以10.5就最好止一止蝕先，然後再等下，即係可能。沽咗先，然後之後再等佢低少少位嘅時候先鬧翻，係咪咁樣處理咧？嗱，有機會咧就係佢喺翻去翻呢一個月初嘅時間咧，大約咧係9.4嗰個位出嚟嘅，咁可能咧捉一捉呢個叫雙低位。咁要記住一樣嘢嚇，因為公司咧個管理層咧佢要用錢去買翻啲股票咧，佢有好大嗰個自由度嘅，佢唔會人逼住自己一定要買，一定要買，唔需要嘅。佢覺得啊呢、這個價靚喎，咁佢咪買咯。唔靚咁咪唔買咯。喺呢一個7月尾嘅時間咧，嗱佢股價咧係曾經去過8.2嘅低位嘅，8.2，即係距離而家嚟講都有成4.2。咁我自己覺得咧，初步咧起碼都要睇翻佢去翻呢個叫普利加通道接近嗰條底線啦。暫時講咧，佢普利加通道接近條底線係幾多錢啊？大約係9.05，即係差唔多9邊啦。咁所以嗱。去到9.05咧，話唔定咧，我會小注吸納分階段吸納。嗯，咁呢個鬧完之後，熱之後就點部署咧？即係等佢回購，然後之後就點樣處理咧？即係鬧完9.5鬧。鬧完之後，咁咪梗係等佢回購啦。咁要等佢回購嘅説話嚟講，咁一回購，公司個股價咪上升。咁升翻上10蚊樓上，咁你咪又食股咯。咁你如果9.5上翻10蚊，喂！10% 嘅咯，唔錯嘅喎，幾好嘅咯喎，咁所以如果落到接近9蚊咧，我多多少少都會買啲嘅。嗯，理解。跟住之後有讀者就問林 Sir 都推介咗幾次嘅2845 GX 中國電車啦，今日就收報174.45，咁就微升少少啦。咁呢位讀者就176.5有貨，就問點睇咧？就差唔多都係呢個價位嘅，佢係咪？唔係呢個價位安全嘅。咁你首先要知道咧，就過去呢3-4日，佢突然間咧係跌咗好多噶，由190蚊啊碌咗落嚟噶。咁你最重要明白個原因喺邊度？你明白咗個原因就唔驚噶啦。就因為咧，寧德時代咧係作出一個咧好大嘅金額嘅配股行動啊嘛，有成500多億啊嘛，呢個歷史上係最大嘅在 A 股来讲的集资的行动的。那逢亲就是说一配股一集资股价当然是跌的嘛，不能升嘛。所以一跌的时间它又跌啦，近丰理业1772又跌啦，再加上那些电池都跌，也都拖累了比亚迪都跌啦。所以 2845, 它自己又有这个叫做近丰理业，又有这个比亚迪，又有这个宁德时代。所以它跟不在一起跌是不是很正常啊？但是看回你今天来讲呢，
佢最低嘅時間都係跌到大概173蚊咧，我覺得都差唔多噶啦。好難咧會跌到落呢個布列加通道嗰條底線嗰度嘅。同埋要記住一樣嘢，今時今日咧，寧德時代佢嘅配股集資係我哋做咩啊？佢唔係屬於嗰啲大股東就話，哎呀我要套現啊，佢唔係咁解。佢配股集資係我哋擴產啊嘛。你要記住，由而家一路至到呢個2025年咧，所有嘅電車或者電池廠咧，是大量咁樣擴產嘅啊！咁你睇一睇，喺美國咧，即係上個禮拜拜登咧就講宣布咗咧嗰個12,000億美元呢個基建嘅項目咧，呢個項目入邊咧其實有75億美元咧係俾美國喺各個超級公路嗰度咧加嗰啲叫做加電站，咁咧愛嚟咧就俾未來嗰個叫電車咧加電方面咧支援嘅。咁但係咧喺上個禮拜初嘅時間咧。美國Senate 嗰個叫做參議院咧，總共有成24位嗰個參議院嘅議員，民主黨嘅議員咧，係共同聯名簽署咧，係要求阿拜登咧，將呢個75億加到850億啊，加足11倍喎，愛嚟咧發展呢個充電站喺沿路快充電啊。佢認為話，如果你唔加到呢個10倍以上咧，你根本拜登所講嘅咩2030年之內要將呢個美國嘅汽車有50%達到呢個電氣化，根本咧就係講大話嘅，做唔到嘅。咁所以要求阿拜登要加多10倍擺落呢一個嘅鋪電網、鋪電嗰個充電站嗰度。咁所以你睇到唔係淨係單單中國喺呢一個電池電車股呢方大力去呢個上升，美國都係，歐洲都係。咁所以對於呢個板塊嚟講咧，大家唔好成日驚住話，哎呀就嚟有高位喎，每一次創新高就走喎。佢有排啦，創新都創到2025年都得啊！係咁就有讀者就問中移動啊，即係941啦，咁就問想望幾多嘅現價可唔可以入嘅？咁中國移動941就今日收報51.45啦。咁因為佢嚟緊就話會去上交所二次上市嘛，即係 A 籌回 A， 紅籌回 A 咁樣啦。咁就係，所以嚟緊係咪可以，即係讀者就問嚟緊係咪可以入市咧？嗱，你買親呢只股份咧，你要記住你嘅目的係咩先？嗯，好多嘅基金買呢只股份，目的就係咩咧？收個高息。嗯，咁你而家呢一排過幾兩個禮拜升咁多，咁所以個息率咧就大約6.8嘅啫。嗱，你睇翻喺呢個上個月嘅月尾嘅時間，七月尾嘅時間，你如果計翻息率咧，佢嘅息率咧係講緊7.3厘咁多噶。咁所以咧，呢一隻係一個好穩陣個高息股。好多人嚟講咧，買債券啊，甚至譬如話你買688嘅債券，甚至乎買世茂房地產813嘅債券，喂，佢個回報都係幾厘啊？得個5厘嘅咋，688咧就係得4厘幾嘅咋。如果你買呢個中移動，喂，你淨係派息都派咗你成7厘啦，係咪好穩陣啊？同埋中移動係講緊成10,000億嘅市值嚟噶嘛，佢比起呢一個688啊、813加埋都仲要多噶嘛，咁所以這個穩健性咧，毋庸置疑嘅，嗰、那個派息嚟講係絕對吸引嘅。但你要記住一樣嘢，喺基金經理角度咧，呢一隻叫做定息嘅投資，係一個 fixed income 嚟嘅，唔係我哋諗住嘅。唉，我五一買完之後會升到100蚊喎。冇呢支歌仔唱啊！佢唔係20年前嗰個中移動，20年前嘅中移動咧就有機會咧一年咧升1-2倍，但係今時今日冇啦，因為點解啊？個個都有手機啦，全中國有啲有好多人仲有2部手機，好多人有3部手機添啦，咁你再增加咧係增加唔到噶啦，所以喺呢方面係啦，已經係飽和噶啦。咁除咗嚟講咧，就係只能夠咧就話喺個手機上方面咧，消費者係願意花多啲錢，但係電信嘅費用喺呢方面嚟講咧。差不多局限了了，在這方面很難呢再有一個增值的空間，所以買中移動你記住，如果你是想著抱一個叫收高息的 OK 的，但你想著股價哇又炒回了70蚊、80蚊發夢就有，現實就有。好，接下一位讀者就問27號仔啦，咁就銀河娛樂今日就收報47.8嘅，微升少少啦，就問現價入唔入得呢？即係你問現價入唔入得咧，通常嚟講咧就係、你可能冇咩常識先會咁問㗎。你要記住一樣嘢，如果永遠唔通關，嗰啲賭股咧係仲有排跌嘅。要記住，咁啲賭股係會起翻身 ，only 咧就係咩咧？通關。咁但係通關有條件㗎嘛？你而家首先問一問香港今日有冇確診先？
你要记住，香港起码要有零确诊，嗯、连续21日之后，咁佢先有机会通关。咁你而家今时今日仲有咁多确诊，就算你今日突然之间零都好啦，你都要数一数个手指，你要数21日，连续21日真系冇确诊啦，佢先至然之后去再去倾，去谈几时去通关。咁所以系大把嘅时间咧，系得个等字嘅啫。咁所以你问我话，今时今日入唔入得？梗系入得啦，入咗我嚟坐啫嘛，唔系入咗我嚟赚喎。你记住啊，每只股票啲人都问错啦。阿林 Sir 入唔入得？梗系入得噶，但系唔包你赚啊嘛。你买咗而家嚟讲咧，系唯一一样嘢就咩啦？就坐平，就系咁简单啦。但系如果你想赚钱咧，就唔系而家呢个时间入。系，即系都留意翻嗰、那个即系疫情嘅走向啦，咁样。咁就咦，有读者咧就都系问翻科技股嘅就。因為今日公布業績嘅騰訊啦，700啦，因為騰訊就公布咗截至六月底咧，就半年呢半年咧，咁就按年增長就45%啦，佢嘅股東應佔入利咁樣就每股係啦，每股基本盈利就係9.49左右嘅。系啦，咁就大家都系啦，非常关注嘅一个新闻嚟嘅啦。因为今日公布业绩，咁就因为今年股价其实高位跌咗成超过40%啊，其实非常之肉痛噶。系啦，咁就读者就问，其实好过预期喎，咁就系咪上望咧？有得同埋上望几多咧？嗱，你话讲好过预期咧，其实系讲一个 Y O Y， 即系上年同期比较嘅啫。但系如果你纯粹用一个叫做第二季咁比较咧。第二季嚟講咧，佢嗰、那個收入咧啊，只不過係升咗7% 嘅啫啊。如果從第二季喺嗰、那個金融科技服務方面嚟講咧，係升得7%。即係以往嚟講咧，騰訊喺金融科技方面嚟講咧，係俾到好多投資者一個憧憬一個幻想，就係話依騰訊大力發展呢個金融科技，咁應該嚟講由於佢係一個新嘅事物啊嘛，應該有一個好好嘅 high growth。咁但系而家第二季一睇翻，死啦，得7% 嘅啫。咁我就覺得佢好似咧係立咗嘅。咁、當然啦，佢都由高位咧700多跌到今時今日400多咧，即係已經咧即係跌咗成差唔多3.5%咁多噶啦。咁所以而家嚟講，你話再向下跌咧，其實空間唔大。咁我覺得慢慢未來咧都好快咧係會見底回升。咁但係我相信都要係consolidate 埋今個禮拜先啦。因為而家咧，佢嘅形態咧係做緊一個叫三底嘅整固嘅。係，總之唔好咁快，即係想衝入去住咁樣啦，睇定啲先啦。嗯。好，跟住有讀者就問兩隻股份嘅，咁就968啦，就順義光能啦，同埋呢個1753，因為兩隻都有貨，啱啱翻家鄉啦，咁就係咪應該放咧？咁睇咗968先啦，順義光能今日就收報15.74啦，咁就升咗超過6% 嘅。嗯，咁啊，我相信咧，信义光能都有机会咧，慢慢咧再上翻咧，系15.5啊，17呢啲咁嘅位嘅。咁因为整体嗰个行业方面嚟讲咧，都系利佢发展，只不过咧就系话，咦，近排好多嘅大蓝筹股一齐下跌啦，中央又话要规限乜规限物，咁所以令到佢下跌嘅啫。因为咧，信义光能咧喺呢个今年嘅3-4月嘅时间咧。都是因為中國宣布了咧，係唔再俾補貼佢，所以佢自己呢方面咧就已經其實係消化咗一個重大嘅壞消息噶啦。咁但係記住，佢唔係所有嘅盈利都嚟自補貼嘅，補貼只不過係盈利嘅一部分嘅啫。咁所以千祈唔好以為就係話已經冇咗補貼佢蝕緊，唔係佢都係賺，只不過賺得冇咁多咁解。咁所以未來個行業咧不斷發展咧，都有利於呢一個。信義光能嗰個股價嘅提升，只不過提升嘅速度咧，而家嚟講咧就立咗啦。因為點解咧？佢由呢一個3-4月嘅低部嚟講，五月份嘅底部嚟講咧，到今時今日嚟講嗰個升幅咧，都已經升翻成50%+嘅啦。咁所以升翻50%+咧，我相信未來進一步向翻譬如話17-18呢啲價格進發咧，個時間咧會慢一啲嘅啦，就唔會咁急進嘅。嗯，好，跟住。啱啱另一個問題咧，就係、是、都係翻咗家鄉嘅，就1753嘅對巴啦，咁就今日升咗9%啊，差唔多一成啊。嗯，只對巴係嘛？係啦，即係啱啱翻家鄉，係咪應該放咗佢咧？
我覺得咧都可以放一放佢嘅，因為今日嗰個幅度大啦。咁啊，所以同埋我自己嘅覺得嚟講咧，即係如果穩健性嚟講咧，就乜一定冇得同呢個電車股板塊穩健性咁強啦。同埋電車股嚟講，差唔多可以有一個叫 Superwin 嘅板塊。咁所以嗱，問題又翻翻嚟呢個啦，要你要選擇，你想揀即係揀一個 Superwin 嘅投資去買佢啊，定你想揀一個，哎呀我都唔知賺定蝕。一個股份去買佢咧，你首先要回答咗自己先。如果你諗住哇 Superwin 噶啦咁 ，Superwin 你咪買翻電車股板塊啦。否則句説話，你唔買翻對包咯。嗯，好，跟住咧就應該最後一個問題啦。咁就八六八啦，咁就即係信都係信義係信義玻璃啦。咁就$28有貨，讀者就問上望幾多咧？嗱，母公司嚟講咧，信義玻璃個財務狀況咧係最健康嘅。俾佢兩個仔都健康好多嘅，同埋喺現時嚟講咧，即係呢個啲汽車股嘅大潮流底下嚟講咧，信義玻璃咧，佢做嘅玻璃好多咧，係屬於係汽車玻璃都有份嘅，佢唔係做呢一單單嘅平面玻璃嘅。平面呢個玻璃通常咧，我哋所講咧就係一啲專做喺呢啲，譬如話工業用啊、起樓用啊、窗門用啊，嗱呢啲叫平面玻璃。咁但係汽車嘅玻璃咧，你淨係睇下前面嗰、那個。嗰塊鏡咧係弧形嘅，咁所以咧呢一方面咧就係、是母公司咧主要嘅產品就喺呢度，咁所以我覺得呢個行業嚟講都仍然咧係升温緊嘅，咁所以我就對佢個股價嘅前景都仍然抱住樂觀嘅。誒啱啱多咗個問題，回應埋佢先啦。咁就廣汽啊，依位讀者就有貨啦，咁想睇前景，廣汽今日就7.01啦，咁就微升少少啦。其實講起嚟講咧，你都聽過啱啱今日咧公布咗噶啦，就係呢一個摩通咧，啱啱就係增持咗呢個廣汽，增持咗係970万股嘅。咁佢嗰個價格咧就平均係7.234啊，7.234嘅。咁你今時今日你而家睇翻$7喎，咁所以如果你買佢咧，啊抵好多啊，你比摩通都抵好多啊。咁嗱，首先呢個利益申報咧，我自己個人都持有呢一個廣汽，同埋頭先所講嘅。比亚迪啦，2845啦，我都持有嘅。好，咁所以就呢、這个时间就呢、這个时间呢、這个交易日抵买啦，咁样叫做比起系啦。好，咁就今日时间差唔多啦，感谢林 Sir 你嘅细心解答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噃，拜拜林 Sir， 拜拜，拜拜。